怪得之人人都想做皇帝啦，实在太宏伟啦！啊，唔知呢个皇宫要几多银两啦吓？大约10,000两啦，12,000-13,000，数几钱数得完啊？咪啦，我都想试下做皇帝。企喺度，跟去过嗰边，搞咩啊？跟住嚟啦！仲有呢条，呢条都要取，再取冇噶啦嘛！见皇帝啫，使唔使咁啊？入宫面圣一定要彻底检查，以防刺客，老夫亦都唔例外。咁快着翻衫俾你。仲有冇噶啦喎？手上拎住嘅嘢都要先行检查，再由我交俾皇上。呢个都系宫中嘅规矩。咁多规矩噶，记住交俾皇上啊！微臣参见皇上。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爱卿，你平身。谢皇上。大胆，皇上都未见你起身，你做咩起身啊？由佢哋啦。系皇上。皇兄家，你话有与文化及意图谋反嘅证据，究竟系咩证据？系与文化及向东冥人私买兵器嘅账簿，请皇上过目。大胆狗贼，与文化及向东营私购兵器，意欲何为？回皇上，与文化及咁样做，只有一个可能。就是私藏兵器，蓄养秘密军，意图谋反。岂有此理！引嚟，全集口谕，全与文化及入宫。唔使啦。大胆与文化及，竟敢喺朕面前动怒，系咪想造反？我与文家祖宗三代为朝廷效命，忠君为民，天地可鉴，呕心沥血，抚养无愧。如果皇上因为一句说话、一本账簿，就定与文家谋反之罪，试问天理何在？宇文法官，你以为大声就得噶啦？如果你唔系想造反，点会同东炳司买兵器？你讲咩苦有无愧？如果你唔系身有私，点会闯入皇宫啊？你系咪想抢账簿销毁证据啊？宇文大人口口声声话自己清白，咁东炳账簿呢件事你点解释啊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皇上要杀微臣，又何需账簿啊？喂，宇文法官，你再毁灭证据啊？啲證據根本係假嘅，我還翻俾你。宇文化及，毀滅證據，分明係心虛。楊光，你話收聲，我今日就為自己為天下討回一個公道。楊光，你知唔知自己犯下10条罪狀？第一，私庫散興；二，亂倫無道；三，方便走色。四窮奢極侈，掏空國庫；五苛捐雜税，壓榨百姓；六巡遊天下，勞民傷財；七舉直奸，殺直事；八賄賂成風，包庇小人；九言而無信，招令直改；十好大喜功，窮兵黩武，三徵高麗。呢啲就係你楊廣做皇帝所犯嘅10条罪狀。耶！我殺咗佢。大勢已去，今日邊個花露司令嘅人已經好清楚。
孔集一向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反贼！错就错在你睇本账簿，昏君受死啊！男人噶啦，大哥，穷寇莫追，我仲有好多正经嘢要做。皇世宗一定唔会罢休，佢一定会重新集结兵力，不得不防。佢要去咗边啊？佢记唔记得黎少就唔会害佢噶啦？好难讲，佢成日耗住长生拳，唔知佢想点。咁而家长生拳喺你度定佢度啊？喺我度。但我担心子玲嘅伤啊！继续搵啦，佢哋冇追到嚟啦。头先我哋走嗰阵，见唔见到仲少佢哋点啊？走唔走得甩啦？你顾掂你自己先啦。我一定要救佢哋。你休息一下先啦，惊我食咗你咩？我救咗你啊，一句多谢都冇，就系挂住嗰个男人，我好呷醋噶。你救我无非都系为咗长生诀啫。我认噶，不过系原因之一。最重要的是我发觉我真的喜欢了你啊。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记得 subscribe 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随时收看 TVB 最精彩剧集和精华影片。喜欢这条片的记得给个 like 我们啦。